欢迎嚟到最新一集《狂魔仔基地》。见到好多球迷都催我哋话，几时会有咧？毕竟而家曼联都发生咗好多事啦，即系又失前四啦，又攞咗足总杯冠军啦，开心嘅。咁亦都换咗主帅，亦都 confirm 埋啊，所以依家都值得喺呢个时候同大家做翻一集嘅，你话叫做赛季回顾又好，或者系啲咩展望啊、前瞻都系可以做嘅。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今集嘅主持啦，咁啊张敏啦，系咪有我哋嘉宾啦，Andy 你啦，啊，系啦，资深嘅曼联球迷啦，我哋之前都一算路系都听，个系啦，神合。系啊，咁啊，阵间如果你嘅年纪系嘅，我同你差唔多嘅，冇咁咁讲嘢。咁啊，阵间 Andy 都会好多分享，即系讲对云高尔或者摩连奴嘅睇法啦。后面都有 Gary 同埋有红魔仔嘅，系啦。咁我哋即系今日就讲翻多啲啦。而家赛季回顾啦，整季我谂大家都觉得系曼联算系失败嘅一季啦。成绩上面又第五，我相信好多曼联球迷都唔满意嘅。即系我相信以曼联球会嘅规模啦，咁如果失落咗欧联嘅地位，即系其实我谂放诸任何时间嚟讲，都系一个即系认为系失败球季啊。即系同埋今季佢踢翻欧联啦，咁分组赛又出局啦，咁其实我哋做曼联球迷系好失望嘅。分组赛咁就因为大家抽咗个抽完签之后，大家都曼联球迷都。但傾過就係、是，哇！依條籤係好好嘅喎，應該出到線嘅喎。其實睇落就係上上籤，係即係咁講。當初抽到我都自己覺得暗藏殺機，因為你咁講即係 PSG 咁覺得易食啦，咁多對榜即係種子球隊，已經算比較容易啲對付一對啦。咁但係事實唔係啦，只係身上攞呢一分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攞到最近嘅第四檔次嘅，即係抽到沃夫斯堡。我甚至乎谂翻，即系大家讲到欧联话系小组赛出局啦，就去到 last 一轮更加系 confirm 咗会输，会出局。咁其实回顾翻少少就系、是，其实今届啦，即系讲大家讲紧话上季云居嚟到带领曼联攞第四，叫做 OK 啦个头，叫做换血期间，经理莫耶斯嗰年攞第七之后，亦都系好咗嘅。咁但系去到第二季啦，即系叫做费尝之后嘅第三季啦，大家都期望依今届。叫做云高尔系咪叫做企稳阵脚咯？有啲乜变化？我记得翻，其实季初去到一个转捩点就系苏尔伤咗，之前其实都打得唔错嘅，甚至乎去过榜首啦。咁但系苏尔伤咗之后，一扎嘅伤兵潮啊，亦都令到曼联慢慢跌翻落嚟啦。加上啲人脚，大家知道阵容又系咁变化，我觉得嗰度有少少转变，令到成队波系依突然间又 kick 翻实，好似又去翻第一季，即系云高尔嘅第一季咁样感觉。其实我反为调翻转，我会谂。蘇爾受傷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影響在左面，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就算你說在左面的，你除了蘇爾之外，沒有一個真真正正可靠的球員。你說洛河，你不要說了，真的你洛河好，你說是伯蘭特都好，都曾經是擺在左面，但結果的效果回來就是攻不鋭守不穩。就算之後到了洛河又傷埋，伯蘭特要都是雲哥要很執著地擺在中堅位置了，我哋用緊新人波夫域積信，但結果換嚟嘅效果都係嗱，波夫域積信其實有好處嘅，佢個傳中球係幾靚嘅，即係佢個準程度係高嘅，又或者佢進攻嗰方面係有一點功勞，但係防守方面仍然都係處於一個遲緩嗰個狀態，所以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左路其實蘇爾對我哋影響好大，即係當然傷兵呢樣，同埋其實係一種執著啊，即係雲高爾嗰種執著咧，喺個防中個位，即係個中場個位，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就係點解一直唔用呢個我哋嘅師奶咧？係咯，師奶達連咧，點解咧？都係季尾有一段時間冇用啦。係咯，即係傷完之後都幾長時間冇用，但係呢個其實我覺得係關於佢係想中場要揾個人去用波啦，即係揾個 Anker Midfield，即係。點解佢用即溝黑可以踢得嘅時候，佢多數用加爾威踢？甚至乎如果小豬踢得，佢都用小豬咧。因為其實舒拉達連嘅強弱項比較明顯啦，即係佢用個波，即係好明顯係弱好多。嗰兩三位嘅中場比較係差啲嘅。咁但係即係防守，譬如話補翻位、保護翻禁區頂，或者褪翻兩閘防守，佢係 OK 嘅。咁但係好唔好意思，就係去到季尾，佢呢樣都做得唔係咁好。咁所以點解對韋斯咸會半場就俾人換出，同埋好多媒體？即係賽後嘅評分，佢都係好低嘅。咁即係令到佢往後嗰幾場波其實都變咗冇乜機會出場啦。不過足總杯決賽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簡單總結啦。而家就叫做其實曼聯喺蘇爾傷咗之後啦，好多傷兵或者係戰術上面或者雲高爾嘅換人上面，其實都
你會覺得咦點解咁樣換呢，好多問號，或者有啲嘢我認為係佢唔夠堅定嘅。譬如話提過啦，馬素爾嘅一啲或者大家叫馬斯亞嘅一啲定位上面啦、打左邊可能係佢目前嚟講最佳位置，但係你見到佢間唔少會打右邊或者正前鋒，即係好多調嚟調去嘅球員，或者朗尼嘅位置大家講咗大半季啦，而家叫做臨尾幾場攞翻個正常位，即係打攻中位置或者係正常位，或者後邊位，我覺得係比較適合佢而家嘅發展啦，即係跟史高斯嗰條路。但係原來一個主隊咁固執，可以堅持一個理念，朗尼係可以企足前面咁耐，但係佢個問題明明發現佢都唔去改善喎，咁令到我覺得對成績好大影響。即係呢啲就係其中一啲今季成績差嘅原因，我認為就係太固執啦，喺啲戰術上面嘅你話唔堅定，你話戰術上面有呢個固執，但係佢臨場個調動咧，佢都好固執下。基本上我哋每一場睇曼聯嘅波咧，都知道第一個係換邊個，第二個係換邊個，即係第三個都知道佢換邊個，但係佢換完嗰三個出嚟咧，佢對個比賽嘅流程咧係冇任何作出任何有改善嘅地方。大家覺唔覺得通常係換完人之後個情況仲差？仲差過係啊！即係比起原本係冇乜特別嘅明顯改善，或者唔係針對部署嘅呢樣嘢係。但最簡單一樣嘢，你換費蘭尼之前我嚟做咩？頂咯，前面應該係前面頂啊嘛。你費蘭尼應該係前面頂波或者做一個二傳手嘅工作，但係佢係好中意咧就嗰段時間做小組深入。但係調翻轉一換走費蘭尼咧。就唔好意思啦，開始斬波啦。因為嗰段我都唔明嘅，其實到而家已經係比賽嘅末段。係啦，七廿零分鐘咁啊，佢又急啊嘛，都要斬入去咯，依球員咯。同埋最得意一樣嘢嘅，到而家我哋到曼聯球迷，我相信好多曼聯球迷都唔明點解要換楊格嚟打中鋒咧？這個我有少睇法嘅，因為佢想一個係有突破能力嘅人去踢呢個中鋒嘅位置，咁所以佢就因為楊格都算一個即係相對地係有突破能力嘅球員，咁佢係希望即係用呢一個咁樣嘅安排，係喺放喺中路有機會俾到佢可以中間突破。咁但係當然啦，點解唔直情乾脆用即係 Martial 去打即係中鋒咧？咁放翻楊格左邊咧？咁呢個就唔系真系唔系太明白。系个地方我都有少少即系撑云高尔咧，就系杨格问题。我记得佢喺维拉嘅尾尔同埋拉士一季都试过打正前锋嘅，但系 O K 嘅，佢应该系即系九号半系。系即系都唔系打唔到，但系嚟到曼联之后冇打过嘛，即系接近四五年时间系冇打过呢个位置，突然间到热刺一场波下半场就换出嚟，系冇任何嘅试炼啊。咁我觉得嗰度就冒险咗少少。咁即系博到你就话佢战术大师啦，好似当其时就话哇世界杯咯，即系咁样换龙门。咁但系衰咗咁咪俾人话晒咯。但其实足总杯决赛加时嗰阵时咧，阿树尼杨格咧都已经系调翻去左边嘅，佢都云哥要醒咗啦，都知道阿树尼杨格系踢唔到中间，又调翻去左边，搵翻阿马素尔踢翻中锋呢个位。佢呢个调动，我觉得几你话系有心或者好彩，都系咁啱换咗出嚟嘅后备球员，就系能够打闸或者打中坚咧，令到佢有伤兵嘅时候都可以褪翻，或者打少咗个史摩灵嘅时候都啱啱好个阵又执得到，咁有啲稳咯，我觉得。我就觉得加时下半场反而少咗个人，班人仲肯即系走动多啲，即系你开始少咗先见到泰洛克会杀入去禁区嘅。之前你有冇？一球爭啲入波頂。即係其實喺下半場Lingard入波之前，就其實卡瓦高球頭最斜出，係啊，咁我成場都唔見你打小廣之後先開始有呢啲嘢。其實嗰時有可能班球員心態，要橫掂都踢少一個人，就放手一搏啦，真係。甚至乎Lingard入嗰球波咧，如果你又地睇翻慢鏡咧，佢係有五六個人已經去到咁即係咁入邊或者係咁虛頂嘅位置嘅、啊。你諗下佢已經打少一個人都咁多人焗得上去，咁其實我就覺得嗰時可能啲球員真係自己即係可能大家諗住拼多一步啦，咁啊，所以變咗反而走動多咗，先有呢啲機會。但係呢個少少陰謀論就話，可能其實大家都知雲高爾走㗎啦，即係送佢一程臨尾攞個好結果。你個陰謀論大得滯喎，真係。我陣間都會講到雲高爾走嗰度，其實都唔係話淨係公佈嗰個先知咯。我覺得係。我想講講朗尼同埋卡瑞克咧，佢哋球員生涯咧之前都未攞過足總杯嘅，所以我覺得都應該即係佢兩個都會玩嘢嘅，都希望為自己爭一啖氣。見到朗尼成場波都好搏命嘅。但係好得意喎，其實咧，你有冇發覺咧？我哋呢季咧，或者上季都好咧，有一樣嘢嘅就係我哋係 underdog 嘅時候咧，就反而會贏，即係我哋冇期望啊，球迷冇期望嘅時候咧，就永遠會贏一啲波翻嚟嘅。
即係對啲對手。特別係一啲大家話大戰咧，譬如講緊盛傳緊雲高熱會下課嘅時候，就係對摩連奴嘅車路士啦。嗰場波係打得最好啦，即係一比一嗰場。即係十二月尾嗰陣時。跟住亦都有譬如話對阿仙奴啦，即係阿華斯福出嚟即刻已經顯露曬光芒嗰場，或者對曼城贏一比零又係，咦？你估唔到又打得咁好喎！即係雖然話手細啲，但係亦都打到一個快節奏啊，或者係啲球員嘅決心好大嘅嗰個感覺。咁尤其是去到十二月至一月嗰段期間，大家見到曼聯有兩三場波突然間個節奏快咗好多噶嘛。咁嗰陣時英國傳媒就話：，喂，會唔會真係啊？費Sir入咗去更衣室講過啲嘢啊，你到班波即係成個速度都快咗啊，個節奏速度。但係嗰陣時，但係之後踢完嗰兩三場波咧，又回復原狀喎。咁呢樣嘢會令到好多傳媒或者我哋做曼聯球迷，係咪真係真有其事？係咪真係費格遜真係入到更衣室有同班球員講過啲乜嘢咧？咁樣會令到雲高爾個感受係會點樣呢？因为那阵时云高尔已经英国传媒已经传到云高尔就话被炒噶嘛，已经摩连奴等紧入主噶嘛。咁嗰阵时云高尔会唔会个感受系点样咧？大家我都唔知道。我谂云高尔就唔好介意嘅，即系佢都话你班传媒都成日传我下课，传咗几十次啦，传咗几次我都炒半年啦嘛，好多好多讲法，即系有啲甚至乎系话讲紧阿摩连奴系喺季尾嗰两个星期已经即系亲自致电咗俾阿云高尔，同佢讲过曼联揾佢呢一个消息。咁但系当然佢应该都系不即系冇理会到呢件事啦。我谂呢度都有少少影响，就系一直有啲传闻就话，其实摩连奴已经系收咗一笔嘅，即系一笔嘅。資金就係話，曼聯嗰度 promise 佢話嚟緊都會同佢簽約㗎啦。只要佢唔好簽其他球會，咁嗰一筆嘅錢，其實我相信有啲影響嘅，因為冇理由摩連奴等咁耐，又講即係臨尾去到完賽季先同大家公布話我會喺翻英超嘅。咁但係你都呼之欲出㗎啦，剩翻邊隊可以俾佢搞啫？即係你俾佢揀嘅車路士有乾地，咁曼城嘅乾地好難，因為阿仙奴雲加突然下課啫。嗰時傳得好犀利喎，有阿仙奴話揾曼聯阿仙奴，皇馬愛華頓都揾，愛華頓都揾，愛華頓呢或者韋斯咸嗰啲人講過又奇怪，呢啲都傳過，大家我相信都呼之欲出嘅，特別係曼聯球迷好多都等緊，即係我諗八九成信心覺得會係摩連奴啦。嗱，咁我哋即係講翻啦，雲高爾呢度啦，頭先大家都講過，其實今屆係好唔穩定嘅，戰術上面好多奇怪嘢啦。即係諗翻就係而家，講佢炒嘅時候，其實大家覺得係咪合理咧？即係係咪抵死咧？即係抵唔抵炒咧？佢即係以睇翻呢兩季曼聯嘅成績，咁梗係抵死啊，係咪先？即係佢過唔到大家嗰個合格線嘅。合格，或者大家觉得啱啱平稳合格咯。我估佢而家呢两季成绩嚟讲，但系最俾曼联球迷觉得唔中意佢就系个比赛上边个场面咯。即系每一场波你都系不停猜波猜来猜去，但系都做唔到一个攻势出嚟，咁令到曼联球迷系好唔中意呢个嘅比赛风格咯。呢样先系最大问题咯。即系咁讲，即系。曼聯一向即係大家我諗支持咗都唔短時間啦，咁其實即係喜歡睇曼聯嘅波，我即係咁講，即係贏輸實有，任何球隊都會有起有落，但係即係戰死嘅時間，希望都喺烈火之中戰死，冇錯，而唔係俾慢慢咁慢條致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都唔否認，譬如今屆睇曼聯嘅波，即係好多時睇睇下，可能都會合著咗。我肯定添。以前係快很準啊嘛，依波，而家就係温水煮蛙啊嘛，成場波。因為其實以前即係我哋以前都係咁講啦，即係大家曼聯迷咧，平時第二朝翻工咧，即係譬如禮拜日睇完禮拜一睇波，大家重温嘅時候，係大家興高采烈，即係我哋相信係曼聯一種精神。即係我哋係一種不停係咁進攻好啊，或者係一種鬥心。但係咧，而家咧鬥啊鬥啦，同睡魔鬥。即係講真嘅，即係你冇諗過你，如果你睇十點鐘場波都仲還好啊。你試下睇十二點半啲波零比零半場嗰半場咧，你就算 possession 係講緊7-3比，但係嗰半場波嘅射門可能曼聯兩球，人哋對方可能三球。咁樣嘅啫，咁你點樣係一個合格嘅？即我哋話可能話，喂，防阿紅魔仔曾經喺節目都講過，曼聯防守係好咗嘅。咁但係調翻轉，防守好咗，咁代表係咪真係有一種叫悶蛋足球嚟迎合我哋
呢一球迷咧入咗四十九球啫，系冇错。嗱，仲要主场入球纪录系仅仅赢过呢个第四组别。我记得睇过个数据就话，即今年曼联喺不论射门啊或者入球上面，其实系排紧英超十几好多，即系制造机会嗰啲好少噶咋。系咯，咁你反映到成场波嗰、那个，即系你唔使睇场波，你都知道嗰个成绩系几唔 OK。即又或者唔系话吹毛求疵啦，即系始终我自己个人睇法，足球都系一个娱乐嘅事业。咁睇波啊，想开心嘅啫，冇错，系咪求娱乐？咁但系当嘅场面出现咗呢、這个。即係咁惡劣嘅情況之後，好，但係個戰績都俾唔到你任何一個愉快嘅感覺。咁其實呢個我都有時都同啲朋友講，我如果啲小朋友近呢幾年睇波，你會睇下你會唔會即係捧曼聯？喺呢個我都諗過就話，其實即係好多時嗰邊一代球迷多就係成績好，或者係真係好多球星出嚟啊嘛。我就諗緊其實曼聯呢幾年即係費城退休之後，其實嗰幾年咧，照計啲新嘅球迷佢哋係唔會吸引到嘅。即係一係你打得好光烈，你當李成，就算李成今年唔攞冠軍都好啊。佢哋上一季都係為人津津樂道，就係話打四敗就話攻咗先，咁大家覺得熱血喺度啊嘛。今年曼聯就算打得好，但係咁差下差下，你覺得唔好睇咧？其實我覺得吸引唔到球迷啦。即係嗰個係，咦冇乜魅力喎，成隊波係咁樣嚟猜，攻門又唔得，咁即係又都講翻一個道理就俾大家聽，就係、是、咦原來足球大家講緊進攻又有攻，防守又有，但原來進攻都係相對嚟講重要嘅一環啦。即係踢波娛樂性冇進攻就係唔 OK 嘅啦。就算你防守，咁你喺反擊時候你都表現到即係準確性啊、速度啊，咁俾翻啲即係刺激場面啲球迷睇。冇錯，即係比較可惜就係近一兩季其實即係比較缺乏咗呢啲咁嘅場面。我亦都有諗過一個問題，就係即係而家大家講緊可能曼聯球迷對於雲高爾教緊呢一隊曼聯啊，嗰個合格線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過程上面啦，成績上面一定唔合格㗎啦，因為大家講緊曼聯呢個規模嘅球隊係。起码前四啦，或者希望争到冠。咁今年就足总杯叫做安慰奖啦。但系譬如我自己嚟讲，我觉得上年争到个第四翻嚟打欧联啦，但系原来小组赛就出局。咁即系叫做打多六场，加埋前面嗰个资格赛啦，外围赛打两场得八场波出局。咁我觉得同冇打分别唔大咯。即系我觉得系几失望。起码去到十六强啦，十六强对翻对，我当对巴塞输咗，咁我都觉得条气锯啲啊嘛。即系而家咁样，好明显人哋唔够你打都输、啊。即係其實費格遜帶隊嘅時候都有低潮嘅，即係講緊係2003-04號，或者朗拿度加入曼聯，係啊開始。如果呢季其實都係好似咁嘅情況，浮浮沉沉。但係即係咁講咧，差極歐聯都有第三啦、啊，都出線啦、啊。咁、當時競爭對手冇咁多真嘅，咁、但係當時歐聯起碼都出線啦、啊。咁當然有一季係2005-06嗰季係出唔到線嘅。咁啊，但係大致上嚟講，佢哋都就算過到期啊。歐聯出線啦個指標啦，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時大家講投入同埋收入係兩樣嘢啊嘛。依家大家講緊就係、是，贊助費好多喎，即係贊助商簽咗好多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我哋呢兩個轉會窗係買人買咗好多錢噶嘛。大家見到好多巨星咧，其實譬如迪馬利亞啦，或者係法卡奧呢啲都算係一代射手嚟嘅。咁但係用咗咁多錢落嚟，出到嚟咁嘅成績係令到大家更加會期望越大，失望亦都更加大啦。但是反而買了那麼多人呢，到最後雲高爾信賴那班球員呢都是舊那班，你那一刻才覺得好笑的嘛。你用那麼多錢買這球員回來用回舊那班，所以真的你親自買回來那班球員原來是不行的，你自己眼光是不好的。最奇怪是現在看回即是我自己一個想回的感覺，就是其實現在這隊曼聯對比回費城的時期，其實那些人腳都走得七七八八，即係得翻你諗下朗尼啊、迪基亞啊、楊，即係咯，即係譬如楊格華西嗰啲，其實都係副選正選培養，都唔係好多。實際上用翻嘅人好少，即係話大家諗緊話，呢一代換血其實已經換得七七八八。係個必要性一定喺度嘅。大家睇到莫耶斯嗰季好多李奧啊、艾夫蘭嗰啲跌曬鍋，其實係需要換。咁換到出嚟呢班人，到底啱唔啱用咧？我有啲保留啦。咁就算艾夫蘭，我又唔覺得佢跌波跌得好緊要，因為你睇翻佢而家，依家早記都 OK。但係咁講，有時即係要睇翻點樣用佢哋咯。咁即係頭先你講過啦，雲高爾佢都咁多嘅一個預算去簽入咁多嘅球員，但係究竟點樣去發揮佢哋嘅一個係即係球場上面嘅角色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做得唔係比較即係差啲。係我諗過就係、是、即係可能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就係、是，其實我買譬如我買迪馬利亞翻嚟，叫做破球會嘅轉會費嘅記錄啦。買翻嚟嘅球員係我覺得應該對波，譬如進攻方面係應該。
圍繞住佢嚟做嘅。你買佢翻嚟咁天才球員咯，冇理由話誒咁而家我有隊波喺度，你五千幾萬買翻嚟，咁你就負責輔助其他球員啦。咁佢夾唔到嘅時候就誒唔用，即係咁樣嘅話又好似你話係雲高爾嘅一啲固執或者佢自己個底氣啦。我一定要大家跟我嘅，咁呢個就夾唔埋就係出現成績唔好咯會。但係咧，雲高爾咧其實咧喺對天才球員呢樣嘢咧，其實佢嘅對呢一類人嗰個態度咧，係一直都係處於一個唔係咁好嘅一個態度。冇錯，即係你冇諗過李華道會，即係永遠都係你佢最中意左腳就一定擺翻左邊嘅，右腳就一定擺翻右邊嘅。你見到白蘭特已經知嘅，即係你見到白蘭特點解一定係擺喺左中堅嘅，即係擺喺左邊嘅啫，佢唔會擺喺右邊。但唔一定我羅賓咧，係喎。但我覺得佢唔係，就算迪比都打左邊啦，右腳仔都係打 inside forward 吸入去嘅。嗯，即係有啲我諗係雲高爾某啲自己用人上面嘅諗法啦。即係佢可能需要一個快速嘅突破力嘅球員咯。咁即係當時世界盃咁，佢就仲用咗洛賓啦。亦都咁講，即係如果冇洛賓，我諗荷蘭亦都冇可能去到第三名，即係呢個位置。咁、而即係我嗰次佢買迪馬利亞嘅時間，我認為啊，佢希望就迪馬利亞可以充當到洛賓啊荷蘭隊嘅角色啦。但咁相信嚟講，咁即係如果你哋咁樣講法，咁會係迪馬利亞嗰個成壓問題啦，會唔會係咧？佢有少少自己嗰個抗壓性唔夠強嘅、即係大家講話佢一路話、我心情好差就係因為佢屋企俾人爆竊啦，令到心情好差落、加上成績亦都即係佢自己表現麻麻地，咁佢都咦有啲覺得係咪算數咧？咁但係我睇過佢有一個訪問，佢喺季尾嘅時候佢話期望下季再努力嘅，但系一轉個頭就走咗，我都有少我都有啲嚇親，其實真係呢啲都係啲門面説話嚟嘅啫。即係但係亦都有斯朗都講過一件事，就係、迪馬利亞喺歐聯決賽，雖然佢攞最佳球員，但係其實即係當佢哋久攻不下，去到臨完場，即係阿拉莫斯攀平之前，其實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啲呈現放棄態度嘅人嚟嘅。係係，即係當其時就好多球迷話啲，但係人哋 MVP 喎，斯朗你嗰場又冇乜表現啦，咁樣講啦。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反應就係、即係大家覺得曼聯球員可能就需要有一種底氣，就係話永不放棄啊嘛。咁迪馬利亞相對嚟講就未必係嗰一種球員，可能就係要睇其他球員去帶領佢哋。咁但係佢當然有好好嘅技術啦，這個天分啦喺度。即係佢開心嗰陣時咪踢得好好咯。你見到佢而家係巴黎聖日耳門踢得好開心嘅。哇！今季十助攻王，今季十九个助攻系破咗法甲嗰个助攻单季，睇得开心啊！但系亦都睇到就系、即系圣日门同其他即系法甲对手个实力嘅分野，即系实在有啲距离。咁呢个我又觉得即系好难被佢作准咯。我啲谂紧即系有少少唔好彩，如果迪马利亚今届先嚟咧，可能摩鲁就留得住佢。即系因为我真系几中意呢个球员嘅，系我谂创造力系好好嘅。好多，即系我觉得佢可以帮到队波嘅，系啊，因为而家你睇翻曼联即系入边嘅球员，冇一个人系拥有好强嘅突破能力嘅，即系你话迪比扎卢沙咁，即系好偶然咧有啦，但系固定地嘅就比较少啲，即系两个好似夏萨特咁啊，咁有机会可以做到突破。而家最多都系阿马素尔咯，有时喺左路突破咯，落底线出波嗰下做个人突破。是挺好的在曼聯陣中。單對單他的突破能力很強、即是馬斯克我都。但他的位置不是說好像就是劉賓啊或者迪馬利亞那樣。他都可能是去到禁區入面拿著球跟著有機會過來一個一一對一五過來跟著就交球出來。那我們都即花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去叫做數雲高爾的不是或者他有一些在對曼聯來的這兩季不足的地方。其實大家又覺得佢即係變相啦，我哋都諗下，其實佢有啲乜嘢帶咗俾大家呢？即係一嚟嘅時候冠住一個戰術大師嘅名，嚟到大家當然期望好多啦。譬如佢可能季前熱身賽第一個，我記得已經係哇打3-5-2喎嗰陣時，跟住慢慢咦好似唔係好奏效，亦都打過一個4-4-2啊、4-3-3等等好多個陣式嘅變化。其實國際冠軍杯嗰個冠軍，嗰陣時係好多球迷都好非常之有期望，係真係好大期望啊！嗰陣時阿楊格又入咁多波咧，左翼位啊嘛，真係覺得咦對波係好多新嘅氣象出到嚟嘅喎。咁但係咦點解變到翻嚟又佢又好似你覺得不斷喺度走嚟走去停滯不前？即係佢個3-5-2咧。在友誼賽上面就發揮得很好，但是他回到英超呢，一對於英超的對手呢，他的抗壓性不夠、最慘的這件事，因為352是要很需要那五個中場回來幫手，但是你看到那班球員真的不懂踢伊加波，因為他攻守不平衡，所以來到英超是沒有
冇法子做得成功呢、這個。同埋當初我哋有諗過一樣嘢嘅，因為你講三二最大問題就係話嗰三個後防啊嘛。嗯。嗰三個後防其實踢唔慣，因為你諗下史摩寧、阿 Jones， 其實佢哋都係英格蘭球員，佢哋奉行都係踢緊四四二。係啦，咁如果踢三後衞嘅時候，其實佢哋嗰個位置感係未必可以 fulfill 到呢件事。呢、這個都係即係最季初最多人談論呢件事啦，即係啲英格蘭球員好難適應到三五二嘅陣式。冇錯，就係上季頭兩個月已經係睇到呢個情況啦。所以佢咪轉嗰兩個翼位，咁都疏傷咗之後，咁更加唔以為計。唔使踢，唔使用啦，所以佢嗰阵时要转翻四个后防啦。我谂即系大家叫做走入正轨，就系转翻四个后防啦。不论系话四三三、四二三一，其实差唔多啦。四四一嗰啲系一个变化上嘅啫。有啲球员即系马大咁，你摆右边佢都唔系叫逆风噶啦。其实佢都系走入嚟嘅啫，即系走喺上面。我觉得呢个就冇乜所谓嘅。其实所以反而我就谂紧即系一路都讲过咁耐以嚟，就系我觉得云古尔打俾曼联最大就真系嗰、那个。防守性我覺得是幾 OK 的，即係因為他特別強調一個控球打法，其實控到波，我覺得對於整隊波防守好有幫助，或者是你控制戰局，基本上我認為贏控球的話，其實場波輸的機會都低很多。嗯，咁呢、這個但是有個樽頸位就是 OK， 我 keep 到控球權啦，依家成日都可以大家話可以控球率可能六成都有六成幾，但是攻唔到門，即係呢個問題，我認為咦點解一個領隊教到隊波有問題的時候？是不会慢慢去改善的。咁停咗喺度嘅时候赢唔到波，咁你就冇用噶咯。大家成日听一句说话嘛，话进攻帮你带嚟胜利，防守带嚟冠军啊嘛。咁但系其实都要两样都有嘅，即系净系得防守咧都系冇用。加上如果你 keep 住手 keep 住喺度控球，但系攻唔到，最后都人哋一下就 KO 你，成日都系咁啦。曼联即系呢两季都经常对沙姆顿上都经典例子啦，都差嚟分钟。我时啲入场就入波啦，即刻。喂，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睇翻今呢两季有两场波系好经典，俾大家睇到曼联呢两季个变化系点样。一场就系上季对李斯特城啦，赢紧3-1嗰阵时，俾李斯特城反击啦。咁、你有一3-5系输翻3-5啦。另一场就系今季嘅季尾对韦斯咸嗰场波啦，输紧落后紧，赢翻，跟住俾人。再反击翻，呢两场波系睇到曼联佢赢紧波嗰阵时咧，佢个控制比赛嗰方面咧系比以前系差咗好多。喂，同埋啱啱 Gary 讲，我都谂起一样嘢，就系、其实我特别今届咯，我谂起曼联反胜嘅比赛咧，其实好少。两场真系系咯，即系基本上落后咗就玩完噶啦。所以嗰次对韦斯咸赢到反胜嘅时候，我觉得咦，居然仲可以追得翻，已经系奇迹。后边仲输埋添，所以说明咗，原来真系呢队波嗰个抗压性，或者赢紧波嘅时候有啲似莫耶斯嗰、那个，即系话赢紧一球佢就系消缩啊，咁又唔知点样、又唔知点样去保持个胜利，即系不知所措咯，班球员即系。赢紧波嗰阵时，我认为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曼联嘅合格线，就系、是你赢波，我觉得领先系好正常嘅事，对于曼联嚟讲，但系原来控制唔到嘅，原来会惊嘅，咁做咩？即系一个赢嘅角色咧，系冇系做唔到咯。即系我咁头先听咗两位讲，我自己都有啲睇法啦。咁、包括咗 Gary 讲，即系对喺上一个球季咧，对斯特城嗰场波啦。咁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可以观察一下，即系喺嗰场波之前，其实曼联即系。都相對地是比較主攻少少嘅，即係唔會好似後期咁咁強調控球嘅。但係因為自從嗰場波贏緊，跟住俾人反擊，就係俾即係李斯特城嗰啲比較叫做衝擊啲嘅打法，係啦，咁去即係俾人反勝為敗之後咧、其實成隊波嘅風格開始改變，即係變咗。側重了控球為主，但即當然控球是沒有問題的，都是一個戰術的方式的，但是也都引申到剛才Tony 這樣說，他們是會可以相對地防守好了，失波少了，因為個波多在你們那裡，但是個問題就是說，你都想想在英超，相信大部分的對手對著曼聯其實都不介意俾个波俾你，攞，但系亦都引申嘅第二情况咧。喂，好似对啲强队又会成绩好啲，咁啊梗系啦。咁即系调翻转就系话，强队可能就真系会上嚟同你攻，咁变咗后边会有啲空位，咁、打反击啊，打反击。咁你猜波嘅做法就变咗有机会做到，即系正如好似曼联啱啱作客曼城赢一球嗰、那个机会就系一个反击，跟住喺前面就拉舒福特啊，拉舒福特對住啊，迪馬謝尼斯咁一對一，咁啊自然係有機會搞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睇得到幾典型嗰個情況就係、
變咗點解係啊對強隊反而會打得好啲，對一般中游球隊就往往老鼠拉龜。咁你唔小心地犯一次錯咧，就出事啦。同埋去到季尾，其實一個好明顯嘅所有嘅一啲防守嘅死球，留意一下就算啊。就算是不入都好啦，其實很多時候個波都是對手頂到的，係啊，咁呢個其實即係個問題好嚴重，我覺得佢就咩，即係反正好似人哋斬個波嚟就有機會輸咁樣咯。啊，咁呢啲情況以前係唔會出現噶嘛，你諗下，即係當甚至乎如果冇迪基亞救咁多球，我諗更加慘烈啦。其實你睇翻，即係就算你話季初和咗紐卡素0-0嗰場波，其實你見到有一樣嘢就係話係啊，防守真係好咗，但係你真係人哋當你縮曬喺後面嘅時候，大家咪就係得個半場喺度互猜，即係你嗰個模式就去到咁啦。甚至你話去搬尼茅夫嗰啲都輸噶，我哋都即係冇一個能力喺前面可以即係做到小組，或者利用遠射做入去。即係當人哋密集嘅時候，咁你有咩方法去破呢？暫時我相信而家喺密集嘅，譬如佢哋擺到五個人喺後防，或者佢禁區頂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能力去衝破到呢一個防守線，所以我成日都話咧，雲高爾咧係洗曬腦嘅，幫班曼聯球迷，唔係幫班曼聯球員係洗曬腦嘅，就係、是、你一定唔可以喺禁區出邊射波嘅，你見到係咁樣喎，你禁區出邊咧，佢個個球員都唔敢射波喎，一定要傳一腳入禁區先做個攻勢出嚟。曾經睇過一個報道，就話雲高爾對於啲球員，譬如某啲執行上面嘅指令係有固定限制，即係如果你唔跟咧，譬如我當開你拉或者馬達，大家見到有早排係好謹慎去，即係大家要保持控球。但係如果見到太冒險性嘅傳失波啊，或者做一啲佢認為唔合理嘅嘢啦，佢慢慢可能就唔用你噶啦，所以令到啲球員其實個膽好細，咁所以呢個我都對於進攻上面有啲影響，我諗冇咗個創造性啦。即係呢個我係覺得我比較唔係太喜歡佢，就係呢一方面，即係個紀律矯枉過正。啲球員嘅一啲係即係場上面演出，特別喺進攻方面咯。我都覺得即係好多時候大家講緊話希利拉之前一路大家都好期待佢會有啲咩，譬如當啲直線啊等等馬達嗰啲，但嚟到又好似大家話變少少工兵 feel 喎，咁就係因為。太多限制，根本佢都唔能夠隨心所欲，冇咗個魔術師感覺。迪馬利亞佢又 OK 嘅，但係嗰陣時候，其實你講開啦，其實呢個就正正係而家因為嗰、那個佢執行嗰下，令到佢變咗一個工兵球員。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呢樣嘢，因為佢本身佢個喺個廿零碼嗰個射門能力係有嘅。其實佢可以曾經幾次可以係即係甚至係有幾場波，你係見到活躍嘅情況下，可以係有個空間去射波，但係佢唔選擇射。他選擇交翻兩邊，結果就可能交咗迪比就跟住就射失咗。呢啲咁嘅情況係經常性發生。我一諗翻，我哋而家好似講，即係就算講雲高爾為曼聯帶嚟啲乜嘢，但係都好似慢慢好一樣嘢，本來好好地，慢慢去到冇進步，又變翻一個退步或者缺點。有個中鏡位，即係控球本來幾好入，原來又變咗係令到你攻唔到嘅喎，即係限制一個紀律，慢慢亦都矯枉過正，變成一個限制咯。因為呢個可能同佢性格比較固執嘅，即係甚至乎我都用偏激去形容咯。咁有啲情況之下，你係要即係因應翻你手上有咩材料去做翻適當嘅嘢咯。咁一個打法，但如果真係唔啱你現整嗰啲球員嘅 ，OK， 你有時間去轉，但係俾咗一季你力都係轉唔到。佢成日口中提嘅過渡，雲尼亞，你有冇時間過渡？冇啊，一季咯，一季就攞冠軍啦。嗱，但係我咁季本來攞40分啦，依家攞冠軍咯。喂，但係咧嗱，我哋講翻你話帶來嘅嘢，其實雲哥爾一直。就而家好多人都仲話，雲哥爾係帶起好多一啲年青嘅球員進入一隊。你覺得關唔關佢事？係咪關唔關佢事先？屎忽撞棍啫，佢唔係十二月至一月嗰段期間咁多後防傷勢，根本冇依班新人，係咪先？唔係攞嚟傷咗佢都唔會有拉舒福特出現啦。佢仲要嗰陣時借走咗詹姆士威爾遜啦，跟住 Wilkin 又都咁啱前一場傷咗，出嚟後備又傷咗啊嘛，所以先拉舒福特突然间 U18 都可以踢到上嚟。拉舒福特系曼联阵中有人预备组啊，都系第二、第三选择嚟嘅预备组入边。但又真系几犀利喎！嗱，佢应该属于 U18 噶嘛？系咯，佢但佢真系佢又真系把握到机会咧。嚟喺曼联佢欧霸杯啦，或者英超啦，一出嚟第一脚就入波。依家英格兰亦都入埋波，亦都入选咗最后23人名单啦。真系其实都几传奇，4个月96日。系咯，呢啲系96日之内发生，几犀利。
即系嚟紧，你话欧国杯有冇机会出场唔知啦，因为都几多人喺排佢前面，但系都系一个学习机会。我伤晒，知道列治嗰啲带埋绷带去嘅，不嬲都即系你估佢唔到，孭住个药波去嘅，史道列治系。反而呢啲又唔知入唔入选啦，应该即系呢个史道列治啦。咁啊，迟啲我哋讲英格兰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啦。嗱咁啊，嗱一讲完即系云高尔都叫做失败咁败走啦吓。期到嚟到嚟一摩连奴，其实期待系，即系我觉得不论系咪摩连奴都好啦，我自己一路觉得系时候换，就系好多嘢需要变，但系冇变到或者樽颈位，咁所以我认同系要转一个领队。而家系你喺市面上揾。咁我認為摩連奴的而且確係最好嘅。唔單止領隊，即係甚至乎我覺得管理層都有需要改變啦。即係由以前費格遜嘅即係一個人喺球會嗰度，即係呼風喚雨、隻手遮天，話曬控制曬所有事情嘅。咁而家係咪仲有人 pick up 到咧？我覺得摩連奴有機會嘅。咁但係即係當你當時決定唔用摩連奴啦，你又揾莫耶斯嘅時候，咁其實你應該係要準備一個制度上面都要改變同配合翻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球會係冇準備好的。其實呢個我都即係想問下大家意見，就係、是、嗱，當費尚退休啦，咁跟住大衛基爾都已經走埋啦，跟住之後就莫耶斯加埋斯托布巴達一齊，咁其實喺一個轉會窗上面，大家都話啲買人，即係譬如我買人之後，可能我當啦，譬如莫耶斯或者雲高爾想買啲人。他哋揀咗目標啦，之後去傾就係俾阿 CEO 去傾噶啦嘛，就出價啲，就大家好，大家話就台家報喎，買唔到人喎，即係一路講講話咩史尼達傳咗 N 年嗰啲啦，即係死咗仲年緊嗰啲。跟住再先又講翻嘅，即係巴爾其實係當初佢哋係有機會簽到嘅，無限接近過，史尼出得最多噶啦，但係只不過巴爾始終堅持想去皇馬咯，即係縱使曼聯出價最高。Edward 由亞洲之旅突然間飛翻去英國，去想即係夾呢件事，呢個失敗咗。所以呢個我都諗緊，有時候大家講話，喂，佢負責傾轉會傾唔掂，係佢責任咁。是不是关佢事呢？我想有时大家讲一队波可能对波本身吸引啦，譬如皇马对曼联咁，我觉得好多球员或者人都会揀皇马称先啦。咁亦都有转会费都你出多少，我觉得其中一个因素。另外就可能领队嗰个魅力啦，即係莫耶斯对比起好多当然输啦。咁文高尔大家觉得个份量够唔够呢？咁当然都有嘅，即係有名气。咁但係而家嚟到，我觉得再吸引啲就真係摩连奴，我相信佢可以吸引到更加多人。唔係佢嘅吸引力，同埋佢摩連奴後邊嗰個人文迪斯都有好個旗下都有大手嘅好球員俾佢揀啊嘛，即係阿摩魯你買就平啲俾你啦咁啊，即係我覺得都唔會啦，或者再幫佢拗貴啲，你話近排傳嗰個多啲俾你啊，馬來西亞嗰個祖奧高美斯都話4000万欧元，我又覺得真係好似揦過咗。唔系安达高美斯同埋亦都有传嘅一个葡超球员，即系马里奥啦。嗰啲好似有个报道，真系唔知系咪大家成日话摩连奴亲口讲咁样，就话佢唔会买呢批葡萄牙球员，就唔知系咪啦。其实佢话唔买葡超球会嘅球员，唔系唔买葡萄牙球员。葡萄牙球员佢都会买。如果买 C 朗我都好 OK 嘅，即系大家知我都偏心。虽然 C 朗都大家知跌紧波啦，亦都喺欧联决赛表现系。即系不值一提啦，即系我觉得会华特其实嗱，你话倾球员嗰度，我哋都或者可以再谂，因为其实之前就话曾经讲过话，佢个位置系会再分开噶嘛，曾经讲过噶嘛，系将佢系，因为其实华特有一样好犀利嘅嘢嘅。到而家我都，我覺得個拗贊助嗰樣嘢，我真係覺得佢好犀利，即係叫佢專心做呢樣嘢。係啦，即係叫佢做專心呢樣嘢。咁另外揾一個叫類似體育總監嘅嘢，就專搞人士啦，專搞球員嘅 search， 其實係有諗過嘅，但係到最後係冇做到呢啲。而家都有消息傳出係想揾西維爾嗰個嘅，因為西維爾你見到依十年佢買賣球員方面都好成功啊，係咪先？歐霸之鬼啊嘛，係咪先？但而家話好似西維爾杯啊，要俾5 million去買斷個 contract， 咁啊5 million散資嘅啫，係咯，好濕碎啫。因為 Adidas 都7000啦，驚咩啫？你而家都冇咗啦個歐聯，佢連續兩季冇啊，係啦，都仲有，係啦，咁所以就而家都仲有7000嘅，咁所以5 million你咪當佢買個球員咯。咁呢個買個保障其實都係一個。我相信是对曼联嗰个球员嗰个叫做一个 scout 嗰样嘢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啊。所以头先即系大家讲到买人上面，我相信啦，而家叫做经历咗莫耶斯同埋云高尔叫做失败啦。我相信曼联对于摩连奴嗰个耐性或者某一啲权限上会更加放宽嘅，譬如买人上面嘅压力上面啦，或者系
耐性啦，或者即某一啲佢想要嘅嘢，应该会尽量 fulfill 佢嘅。即系你大家见到莫耶斯衰咗一镬，净系买咗费能力同马达之后，其实云高尔即刻有 1.5 亿去买人咯。呢度系俾佢嘅支持啦。咁我相信大家计下数，即系莫耶斯一年，云高尔两年，咁摩连奴起码都三年嘅。我相信，即系我都咁样去称嘅话，个三年魔咒就都暂时都 fulfill 到。佢都好醒啊，签个3+1嘅合约。3+1嗰度系而家点样先？大家倾到好似话摩连奴想续就续，我觉得应该唔系啊，优先啫。系咯，即系代表大家都倾得掂嘅时候就可以续咁嘅意思啫。即系好似租咁啦，嗰年生约嚟嘅，即系唔系话签硬俾你噶嘛？双方同意咪继续咯。但系嗱，而家就话摩连奴嘅三年魔咒啦，其实就话第一年就系一个整备。第二年就是冠军，冲冠，第三年就搞散啦。咁呢样嘢，大家你哋认为点睇先？呢样嘢，我都系睇佢即系买卖球员方面系点样。因为嗱，你话啱啱车路士呢一季咧，其实摩连奴唔系买好多球员翻嚟嘅，车路士咁贵，所以佢旧嗰个班底咧开始见底咧，摩连奴咧就搞唔掂班波，所以俾人炒咗。即系我估。曼联都经历了三季呢个低潮啦，咁我估曼联高层都会不停会 support 金钱俾摩连奴继续买人，我觉得三季系会过到嘅。今季摩连奴其中一个跌波原因啫，我都睇翻啲资料就系、第一咧，因为佢其实好着重季前准备嘅，咁呢个相信大家即系都有听闻过。咁而啱啱喺今季车路士季前准备相对地比较差啲嘅。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摩連奴佢爹哋即係有啲事，咁佢要花比較多時間處理家事，咁所以令到佢季前準備係差咗嘅，咁所以亦都令到車路士開季咧出現咗個少少脱腳嘅情況。咁即係當然啦，佢後屘可能出現甚至乎叫失控啦。即係但係我覺得嘅班波冇理由佢咁嘅成績嘅嘛，即係以佢咁嘅人腳，就算冇教練，但係你都唔應該踢到佢18㗎嘛，冠軍嚟㗎嘛，大佬對國班真係。即係難以置信，咁所以其實即背後究竟做啲咩事喺後面發生咗咧？因為其實而家摩連奴其實如果喺皇馬同埋喺車路士最大問題就係話佢處理唔到更衣室入面嘅問題，情緒問題係啦，即係嗰個佢自己情緒咯，當然，即係佢以前嘅做法就係話，喂，所有嘅壓力壓曬落我度啦，我去負責球員安心踢波，佢一直都係咁軟硬嘅做法，但係。自從喺皇馬嘅葡萄牙幫同西班牙幫嗰種鬥爭啦，後期嘅到車路士傳聞嘅玩嘢啦，即係車路士班球員玩嘢反佢啦，呢兩樣嘢其實摩魯係咪真係需要去改變一啲嘅性格或者改變一啲方針去迎合呢件事咧？即係去改變去處理咗更衣室呢件事，先可以繼續去延長嘅佢嗰所謂嘅三年魔咒。如果不是其实老实讲到第二年可能真的冲冠了之后大家心红了变了第三年可能又有一些不如意或者突然之间意外发生导致到他又会发现同一个问题存在这一样东西是需要考虑。我都挺同意张敏讲就是即摩鲁那个三年魔咒的问题因为其实我挺相信他今次第二次回去车路士其实他是有心想长留的。即你见到不论买些人啊其实很多球员都可能是外借回去第二度是为未来铺路的。那也都讲到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们另一个节目啦即蓝字条本色也都提过摩连奴被炒成单的其实是一路去到冬季转会窗完之前其实十日时间。如果他捱得过这十日呢其实我相信他可以顶得到下去。那大家说他是不是第二个即车路士版的费尚长教不知道啦。因为我现在都反思即看回曼联现在叫做三年炒两个领队其实我都想着即大家说希望有费尚那种教很耐历史的领队现在我想真的不拼了。即大家说、不合格就算数啦。因为大家说云高尔的时候哇三年叫做重整期啦。理论上啦我觉得如果大家换血或者去整即係成隊波要重新吞過咧，其實成績就本身唔係好緊要嘅。即係我自己諗緊，我合格線就係 OK， 成績嗰度唔緊要，但係真係成件事我唔覺得有一個再進步嘅空間啊嘛，覺得冇啦，咁所以先至要炒。咁而家嚟到摩連奴都係希望會有啲改變啦。咁但係頭先講話三年魔咒嗰度，咁我唔信扯啦。希望我覺得喺到時候睇事態發展，但係我比較擔心就係有啲咩係曼聯而家有嘅嘢係必須要保留嘅咧。譬如大家講話。曼联好着重一啲青训或者自家球员嘅、
呢樣嘢我唔知摩連奴會唔會啦。咁但係我當然睇翻啲數據話，咦，其實摩魯過往教車仔啊、國米、皇馬，都其實有用啲年輕球員嘅、哦。大家睇佢當年喺第一次車路士嘅時候成功，就係靠譬如獅子啊、泰利啊、洛賓嗰啲，全部廿歲出頭啫嘛。即係呢啲球員佢會用嘅。大家睇曼聯啱啱做咗兩日啫嘛，就係、是、阿斯福特啦，同埋阿波費茨遜已經續咗約，卡維克都話好似已經續咗約咁樣啦。咁其實我相信佢對於某啲球員嘅留隊其實係有咁嘅心嘅。咁因為呢啲球員已經證明咗自己，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就係年輕球員有啲即我相信摩連奴對於年輕球員嘅耐性唔係咁高，即譬如大家講而家呢一紮啦，已經證明過自己啦，今屆其實有板睇 OK 喎，咁當然留翻啦。但係有一啲未睇過嘅，可能有啲十七八歲而家等緊機會嘅，嚟緊兩三季未必咁多機會，可能出到嚟咁啱，即係大家話苦攞撞過雲高爾嗰啲啦，佢又有嘅時候咧，可能用一次，咦今次賴過嘢喎，就以後永不錄用噶啦。即係我覺得係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嗯，咁你調翻轉，你就算文渣嘅情況啊，係啊，睇翻啊。即文高爾嗰個即係揮下都一樣啫、嗯。自從喺對愛華頓嘅勝杯輸咗戰馬之後，你有幾可見到佢咧？所以呢個都有啲驚。大家諗緊，我都諗緊足總杯嘅時候，大家決賽去揀一個十八人名單咧，我都好奇文沙都冇份喎，反而、即係波菲積信都冇份啦，亦都揀翻譬如洛豪啊、宗師都有份入選啦。係文沙係之後連聯賽都冇噶。其實我覺得對韋斯咸應該選文沙。即係個長波，因為佢硬淨，佢個喺中場個範圍大啊嘛，攔截範圍，咁應該你出邊嘅？我都諗起翻一個數據啦，就係話，咦，曼聯原來咁多年嚟都好似十幾廿年呢個成績，就係話佢哋一路以嚟每一場聯賽都會，不論正選或者後備都會有自己青訓球員嘅。咁呢、這個，咦，嚟緊摩魯嗰度會唔會有咧？就真的要看，因為我都相信啦，其實看了而家雲高爾之後，其實大家看翻陣容真的換曬很多人嘅啦，咁所以不要話我哋唔好變咁多啦，因為過往其實可能費常嘅時候真的一季買兩三個啦已經 OK，但而家市場唔係啊嘛，大家兩三年前已經講緊話，喂原來冇三千萬磅轉會費都唔係錢嚟嘅，買嗰啲人都唔係咩噶啦，即係識行嗰個兩千萬磅嚟㗎。係啦，而家我覺得真係好似好基本咯，三千萬磅係你要買一個有名氣啲嘅係 standard 咯，所以真係你記住啊，曼聯要加五嚿，英人加一千，呢個就係呢家。我阿 B 英人一千萬磅。差不多，即係加 at least 係啊，所以蘇爾嗰度三千萬，你咪扣翻二千萬磅，十八歲喎，咁我差不多咯，咁樣計咯，即係呢個係得意嘅地方。咁啊，轉會上面其實即係我唔知道而家係咪即係我哋球迷自己情感上面，我一路都好唔捨得咧買走啲球員嘅，所以嗰陣時雲高爾買走，譬如聰明仔啊、韋碧克啊、小豆嗰啲，我係哎呀好唔想佢哋走，但係可能真係有個必要性喺度。嚟緊摩連奴可能有啲球員要清走都唔定嘅，但係。我哋唔知，譬如我哋话好中意马达，佢喺度打得唔错嘅，咁但系可能真系摩连奴唔啱用，第二次再卖走佢都唔定。八字相冲同埋，最紧要球员喺度佢有得发挥啦。即系如果佢留喺度，佢都只系一个即系 bench warmer， 咁根本冇意思嘅。即系好似小豆咁。系啊，对于佢为咗球会，咁其实佢离开佢一个更适合佢发展嘅地方，系对佢一个更好出路。即系小豆走咗，其实啱，因为就算佢留喺度，佢都冇机会。永遠都係擺喺後備第二、第三個，俾機會佢其他地方發展咧。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成熟嘅球隊就應該即係有啲經驗豐富嘅球員啦，有啲正值成年嘅球員啦，咁再加啲年青球員，咁一個組合咁其實都 OK 嘅，唔需要全隊都天王巨星，咁即係唔係隊隊都皇馬或者係拜仁、巴塞都唔係拜仁嗰啲啦，即係可能講緊後備嗰啲都全部國腳。我諗而家真係你話可以 keep 到。有自家青訓出嚟，係同一個 system 印出嚟嗰啲就真係巴塞踢法上面，佢哋細細個學到，再出到嚟都已經係可以出到廳堂嗰種咧。就而家我唔知啦，因為即係過往大家話嚟對代表到英格蘭啦，我諗係好多球員嗰、那個血性嗰類，我覺得曼聯利物浦係比較有呢個感覺，但係而家都慢慢你見到曼聯嘅正選陣容。都唔似，以前用核心啦，踢法都唔似。大家早排仲讲紧话西班牙帮，但系而家其实即系去里拉马达都个未来唔肯定嘅，唔知道。我觉得即系喺球迷角度去睇就，我即系希望球队当然啦，即系萎靡咗三年，咁希望嚟紧即系你在公在私都好啦，即系对于各方面赞助嘅交代，你都需要有翻成绩。呢个你唔可能再系停留咗喺呢一个即系争。第四、第五節的呢個局面嗰度咯，咁起碼即係上翻上爭冠集團啦。
咁保住前四啦，啲杯仔即係有機會爭到啦。咁歐聯就起碼都叫分咗出線，即係呢啲可能係大家已經覺得係啲最難咗個最基本嘅標準。咁另外即係打翻出嚟嘅態度啦，我已經唔好講場面啦，即係起碼啲球員拼啲啊、狠啲啊，唔好覺得即係落後咗就哇等好似唔心急咁嘅。點解對韋斯咸即係覺得咁失落咧？個場波除咗即係輸咗將個即係歐聯第四嘅主動權交翻俾曼城之外，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喂。落后咗之后，我话俾你知啦，佢连一脚射波都冇，即系输翻3-2之后咧，嗰十分钟咧系连一脚射波都冇。呢个又谂翻个画面啦，即系对好多球员失望就系其中一样嘢，我唔知系咪大家可能每一队球迷都会觉得自己嗰队波有呢个感觉咧，就系、是、我觉得曼联系唔放弃嘅，打一路打落去嘅，就算输波我都要打到赢为止，嗰、那个永不放弃精神。即系有啲球迷，譬如有啲朋友都话利物浦球迷话我哋利物浦都系咁嘅，输3-0又追翻，即系嗰时欧联咁，即系每一队都有呢样嘢系值得欣赏嘅特质。但系曼联而家冇，我觉得冇咗感觉。反而我欣赏就系我哋队长朗尼咧，其实佢落后嘅时候，我觉得佢系有拼力去追，即系见到譬如落后，我记得有好几次佢自己会去翻后场追波，就算韦斯咸嗰场波输紧。或者对足总杯啦，佢都系会好拼命落去。我觉得佢呢个系一个行动去感染队友，但系够唔够咧，或者得唔得咧，就要再睇下。我唔知道摩佬嗰度对于呢班球员个感染力做唔做到呢样嘢咧？呢个就要睇下呢一阵中球员应该唔得嘅，即系譬如话队长朗尼、副队长卡瑞克咁，我觉得唔足够。因为其实朗尼咧，你记得上半季咧，我哋仲闹紧嘅一只河马嚟噶。肥嘅河你咋你咋，嗱咧就肥嘅河马嚟噶嘛，30磅嘅肥河马嘛，即系佢系跑唔喐嘅，咁但系而家你发觉咧，下半季开始佢嗰个性格系变紧嘅，佢除咗系以前系净系识得咆哮完之后，永远咧中场继续喺度行企企咁，但系而家你其实你见到佢系不断追翻入去嘅，其实个性格系开始慢慢变，可能系因为个位置上已经有一个固定。即係佢揾到一個位置啦，接受咗，接受咗呢件事啦，接受咗改變，所以你要一樣嘢。但係副隊長卡拉克其實有一樣嘢嘅，佢係冇嗰種火嘅。咁佢性格不嬲都係偏靜嘅，同埋咧，但係其實咧，而家我哋曼聯有一樣嘢嘅，身體質素都係偏差嘅。即係講真嘅，即係你唔好話受唔受傷，最緊要同人哋身體對抗性，我哋係偏弱嘅。所以你有時即係點解對佢哋好抗衡性嘅一啲球隊，同埋一啲好快速突擊嘅球隊，點解我哋會輸咧？就係、是、輸呢樣。喂，而家真係曼聯嘅球員都變得少爺仔波喎！你見到啲球員咧，我諗即係最好撞一諗起，可能真係華倫西亞或者費蘭尼嗰啲，其餘嗰啲咧見到一撞就散嘅，即係伯蘭特哇優雅踢法喎，馬達細細粒咁樣，即係而家踢全部都係玩緊呢一類控球踢法嘅時候咧，好似成隊波冇咗嗰種硬嘅感覺嘅，即係啲軟爛爛喺成班人身體。係啊，就算嗱最硬嗰個咪中蘇，但係結果咪長期擺喺後備席同埋傷。佢系踢一场头两场，系啦，即系嗰样咯，所以佢系玻璃仔咯。呢样嘢我谂都大家都可以，我谂预示啦，摩佬嚟到佢嘅球员啦，我唔知用而家球员去将佢硬化啦，定因为点样？即系嗰啲球员或者嚟紧嘅球员都会有呢类质素，我觉得系需要有。你见到而家嘅车路士其实好多呢啲球员啦，即系马迪呢啲绝对撞得到，咁亦都传紧。我唔知道马迪会唔会嚟啦吓。我个人感觉佢好大机会。韦里安都有传嘅，即系。真系，唔系即一摩连奴嚟，我其实都啲同啲朋友讲，第一个就觉得佢要滚马迪咯，系啊。咁夏萨特会唔会咧？会一定会，一定会。反为前面谂下，马迪即系喺呢一季车路士其实下都冇乜机出，即系机会出场机会都少咗啦。去到下半季，俾米基尔取代咗比较多。咁啊，系啦，所以即系另一个问题就，我觉得同我哋前面个节目都有少少矛盾位嘅，就大家讲紧云高尔嗰个。踢法或者唔好睇，摩佬亦都好多球迷去批评话佢踢功利足球啦，即系赢紧一球就死守咁样嘅，收个抽就走。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觉得即系会唔会接受唔到啦？因为好多球迷都会觉得哇咁样曼联唔可以踢到咁样、啊。咁我自己起码要求就系咧，如果你做到赢1-0死守咧，起码你做到1-0先。而家曼联系做唔到嘛，入唔到波嘛，咁我觉得起码都系一个进步嚟嘅，所以我又觉得。咁咪睇下先咯，睇下會唔會到時淨係恰臨尾15分鐘咯，咁即係睇下點，我係比較樂觀啲嘅。應該係會開心好多嘅，之後起碼你領先。同埋一樣嘢係咁樣，我覺得譬如而家你對住啲強嘅球隊咧，
我覺得呢個正選十八係需要嘅。大家見到譬如馬體會對巴塞都係咁扯啊，去防守破壞性足球，我覺得係需要有嘅。而家一個大家針對性部署啫嘛。咁但係如果曼聯譬如我當一隊球隊真係弱過你嘅時候，我當然希望佢進取啲啦，就係、是、咁樣咯。所以即係你唔好，你唔會對住諾域治一咁降咗班，但係都唔會話贏緊一球咁嘅手，即係除非真係對面哇護金級好強啊，同你冚咯。呢個絕對同意啦，即都剛才都講過啦，呢段時間你一定係成績為先嘅。係啊，咁如果你話係即係成績同場面，咁我即係我諗十個球迷十一個都揀成績㗎啦。咁最好當然係我兩樣兼得啦，打一條揀一樣，一定係希望呢個時間攞翻好啲成績先咯。嗯，同埋其實大家如果驚個攻擊力問題，其實又唔使擔心喎。即係當然啦，摩魯過去咁多年冠軍，當然攞冠軍個入球率都唔會低到去邊啦。我记得车路士佢大嗰段时间都入到好多波嘅，试过都系抛曼联十几球咁样，去到皇马更加唔使讲啦。其实有啲球迷感觉上摩连奴唔识进攻，但系你睇翻咁多年摩连奴教嘅波咧，佢嘅进攻系几好几好啊，尤其是佢买个中锋翻嚟咧，佢系几好眼光嘅。而家如果传到最劲最劲伊巴希莫域，点睇先 ？OK 啊，如果你话。O、okay, K 就我觉得好 O K 啦。如果你话好 O K， 我觉得大班小将咧，即系前面多后生仔啊嘛。而家我哋曼联咁大班小将咧，有个成长咧，我觉得系几好。签伊巴希莫维系几好嘅。不过死都唔透露，如果佢系咪谂住踢埋？我觉得嗱，系咪踢埋欧国杯先至会咩？嗱呢样钱啊，钱啊，佢快啲啦，好心急啊真系。你话已经知道系踢边队噶啦？但系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大小将咧，伊巴嗰种霸气足球咧，系未必。呢班僆仔會學到喎，呢樣嘢未必學到嘅喎，嗰種打功夫式嘅入波，即係呢啲你未必學到，但係其實佢係起碼如果佢係喺專注喺某方面，即係譬如 J 聯賽或者專注喺某一啲賽事，佢係喺後備席嗰邊去發展，其實係好啲。即曾經傳過伊巴是可以做到 assistant coach 嗰樣嘢嘅，但我覺得伊巴嚟到佢一定係要打正選，佢唔打後備，我諗佢未必肯啦。而家即係咁邊個樣？我感覺到有啲即係簡東拿嚟到啦。即係大班靚。唔係簡東拿就用即係硬水晶宮球迷嘅，伊巴希莫咪就入波嗰個方法有啲似佢霍哥咪跆拳道定係咩嗰種引入去噶嘛？即係嗰個方式幾似嘅，呢個係嗰個霸氣感覺啦，大家會幾中意啦。其他位置就依家全其實都好多，哇！成個表啊，大佬，十八九個，即係呢個時間又太多嘅一啲即係猜測，我都覺得即係不妨靜觀其變啦。即係伊巴咁，我都個人認為好大機會加盟嘅。即係點都喺歐洲國家杯之前都有至少一個球員落實到啩，係咪先？一個禮拜。真系唔知啊！我覺得希望有咯，係會喎。唔係啲波衫都即刻會好賣得啦。唔係邊會咁快出咗依件波衫啫？但係啲號碼未定噶嘛。我等緊㗎，你知唔知？如果伊巴嚟，我第一個砰砰聲走去引佢。係啦，咁啊嚟緊啦，我哋都會繼續留意住，即係曼聯，譬如季前熱身賽有啲表現如何，或者排陣啊、買人等等，會留意佢動向啦。咁我俾大家知道，即係嚟緊啦，曼聯。会有啲咩嘅赛事呢？譬如就7月7号呢，其实就会正式开操啦，咁都差唔多一个月时间嘅。咁7月7号啦，咁之后就会7月19号就去到上海嗰边啦，就对多蒙特同埋曼城啦。咁呢场波呢两场我諗都有啲测试意味嘅，即係摩魯对哥迪奥拿嗰、那个又嚟返嗰个感觉。但係应该就好多球员都未返到去。未返十个。而家暫時有十個，輸咗大連仲有啲歐洲杯咧，輸咗大連都入選，係入選咗，所以應該十個球員暫時要偷偷先啦。咁之後嗱，之後到八月度仲有一場友賽，就朗尼嘅紀念賽啦。做咩咁快踢 Test Mario？ 我但係佢夠十年就會有。嚇死我！原來走去踢 Test Mario 咁快。好似嗰陣時李奧都有一個紀念賽，嗰陣時係咪都係十年咧？定係？即系日结朗尼就杰斯就一定系你我嗰时有搞杰斯嗰阵时十周年就踢到一场纪念赛嗰阵时系啦咁跟住八月十三号就已经开锣，其实都仲有成两个几月时间啦。我相信摩鲁都已经好多准备啦。咩啊？佢之前未加盟都话有五页纸噶啦嘛？五页系咩纸先？佢五页嘅间书直头话讲到明点样教曼联，即系佢未嚟之前已经讲到有篇咁嘅嘢，有五六页纸系写到明我点样教曼联。有咩部署咁樣？由佢離開咗車路士之後，其實由曼聯人接觸佢嘅，一直都係留意緊、觀察住。即係其實
佢都會睇實啲半季嘅波啦，咁亦都知道曼聯即係睇，如果佢去帶隊嘅時候，佢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啊？去就係揾啲咩人翻嚟啊？點去即係安排啲咩戰術俾呢隊波？咁我覺得佢應該係已經有曬個腹稿喺即係心中。嗯，不妨即係俾少少時間去睇下咯。即係其實啲幾樣嘢啫，不外乎就係話佢係一定係揾一啲啱佢用嘅人翻嚟。即係你揾十一個球王落嚟冇用嘅，你要揾十一個適合嘅人、啱佢用嘅人落嚟啫。哦，咁。所以都期待嘅，系啊，即系而家真系传到好劲，就系话马达八年特会走咁样。我谂呢啲传到咁劲，就真系话，嗰、个弱点好明显嘅，就身体质素唔够。强弱点明显咯、啊。而且佢哋身体嗰个质素唔够强，系冇得改善噶嘛。嗰啲就我谂摩鲁会比较偏向卖走嗰啲球员咯。咁嚟紧我自己，即系我谂真系希望呢两个月有机会留到，就系譬如迪比或者赞龙沙。其实我想睇佢哋。可以留到再睇多陣先，唔好話即刻走。我同你一樣，即係我對呢兩個都係仲有啲期望，即係尤其迪比咯，係啊。我近嚟今年波心印曬兩呢兩個人咧，俾人話啊印錯曬，但係 OK， 我都係繼續觀望。我一印完扎龍沙，第日佢就借走咗。因為 OK， 今季我諗即係大部分都會講迪比係水貨啦。咁但係即係當初第一季斯朗尼，你都會話佢係水貨啦。但可唔可以寫信俾阿叫阿六河快啲賣走佢先？我真係要寫信啦，呢個唔得。呢、这個真係太恐怖啦！呢、这個我覺得由佢第一季買翻嚟嗰下，我已經覺得因為冇法治啊！你話落河嗰陣時，因為係買唔到後防，先揾佢啫嘛，係咪先？咁好難講。但係人哋而家都話曬都係國家隊正選啊，仲即係估唔到，誒點解佢又踢到嘅喎？係奇怪。咁樣曼聯長居後備嘅羅美魯都係國家隊正選，即係我覺得呢、這個睇下邊個國家隊啦。咁迪比都係踢荷蘭隊都係正選嚟嘅，你話佢幾差都係。所以佢對國家隊咪冇得歐國杯。大家即係一個正比嚟嘅，但係反映到一啲球員嘅表現就係咁樣。嗱咁啊，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嚟緊繼續再留意住曼聯嘅動向啦，或者摩魯買人上面，大家有咩意見都可以留翻 comment 俾我哋啦。咁啊，繼續希望向好嘅發展。好好，咁啊，下集再见，拜拜，拜拜。